孙女啊，小孙女，很小的孙女，跟阿公讲：“阿公，如果你给我一块钱，我就告诉你，当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是谁来陪阿嬷睡觉。”小孙女对阿公讲：“我告诉你，你给我一块钱，我就告诉你，当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是谁来陪阿嬷睡觉。”阿公说：“来，我给你两块钱，是谁？”小孙女讲：“是我。”他也赚到钱，这个是中气。女儿跟爸爸讲：“爸爸，晚上我们去看马戏团。”爸爸回答：“女儿，我没有时间。”女儿讲：“听小朋友讲，马戏团里有一位不穿衣服的阿姨在老虎身上跳舞。”爸爸就讲：“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。我很久没有看老虎了。”我告诉你，这也是中气，这个也是中气，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。它就是刚刚我讲过的那些东西耶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因？什么是现象？什么是果？什么是总结？这些笑话都有的。你们可以听出来吗？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，同班的一位女生追到我家，对我说：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”我妈妈当时很急，就问我：“你们俩到底有什么关系？”我也很纳闷，说：“没关系呀。”那个女生就讲：“你走了，我就变成倒数第一名了。”告诉大家，这个也是中气。这些笑话是有它的那个的，有它的意思在，含义有含义在里面呢，就叫做中气。不然你说什么是中气？我问你，阎王上师，什么叫做中气？中气是一种境界吗？就是里面呢、啊，在就是这个笑话里面有特别的一种含义，就特别的这一种含义就叫做中气。境界里面当然也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啊，不是吗？那环性同居土就是用它的含义，特别的中气是什么？就是用圣人来影响凡夫，近次则诸嘛，哈、哦，近诸则赤嘛，啊、哦，近墨则黑嘛，就是一个中气。环性同基土就是这样子，它的中气就是用圣人来影响凡夫，
这就是黄信同稀土的钟情。这样子大家都了解什么叫中气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那是一个境界嘛，黄信同稀土就是一个境界，就是它的中气就是用圣人来影响凡夫，就是黄信同稀土。所以有业障了，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我们身上还有业障。到了那里去，看到那些圣人，你学习那些圣人，你的业障就消除掉，就可以进到方便有余土，就是报身，报身的土了。报身的土还是有一点东西在里面。然后呢，由报身有余土，有方便有余土，到了十报庄严土就更高了。那时候你就是有庄严了，放光了。到了长吉光土，那就成佛了嘛，你就成为阿弥陀佛了。那都是中气，它其中都很多的中气。所以明天要跟大家讲中气，要跟你解释中气呀，你看。啊，第一中气就是讲这些东西。啊 ，Om Mani Padme Hum。